考试时被自己逗笑。成语填空，什么有什么思，真有意思。五什么四什么，五八四十。造句越什么越什么，力小明越努力学习，他的成绩就越好。我越想我越生气，他跟着我嘴这里。一个圆的半径为三厘米，问这个圆的面积有多大？差不多这么大。检查过了，确实是三厘米。猜猜我是谁？我减去十二是八十七，我是一大呀。我减去五十二是三十一，我是，你是吉吉国王。又是翻译，钟意英馒头馍馍，灯笼 China LED， 去西藏旅行 Travel to 亚拉索，水利系统 HRO APP。朝拜，咚咚咚 ，on the ground， 中国舞狮 ，Chinese 咚咚锵。呀，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蝴蝶结叹号，这其中的叹号表明了什么？你看蝴蝶结它能漂亮到哪儿去？还可以加个叹号，表明了作者没有见过世面呗。请写出岁寒三友。天气很寒冷的三个朋友，吃着火锅涮点白菜，被卡在热被窝里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一行牌落上青天。两天长啸出门去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空山新雨后 ，Fire in the hole。问君能有几多愁 ？Easy come, easy go。但使龙城飞将在 ，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。啊，十除以三，那你除不尽呢。把三拆成五减二，十除以三就等于十除以五减二。那我再把括号打开，也就是说变成了十除以五减十除以二，那也就是等于二减五，最后等于负三。哦，对，这回除开。连线，这我一个也不认识啊。那就这么连，给中间打个结，你连上来。钟意英贵宾犬 VIP dog， 四大发明，四大发明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No is no， no no is no no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One word go， 驷马难追。呀呀呀！我们时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，思念着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。作为最简居，我怀这个居里夫人，宁可也不，与其不如填空。我们与其自己辛苦，不如给家长添麻烦。下雨了，我们宁可淋着回家，也不在教室里看书等家长来。没毛病啊。张伟票数是十五，宇轩问号，美琪是二十三，合计是七十二。很显然呢，七十二最大，那肯定合计能当大队长啊。画一个钝角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不就一个钝角吗？这个不就小一点的钝角吗？啊，这不就画一个比较大的钝角吗？ B 超 The bee is super。 上帝不公 God is girl。 四世同堂 Family 4.0。 三思而后行 One, two, three, go。 不管三七二十一 No care three, seven, two, ten, one。请用以下词语造句：天真，今天真热，马上，我高兴地坐在马上。先什么，再什么，先生，再见。果然，先吃水果，然后喝水。课本，上课本来就很无聊。
常识填空，冰心原名。冰心原名极寒风暴吗？玩过。中国明朝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它的作者是刘根红吗？腰间怎有他发电？计算器上的数字一和数字八坏了，要计算336乘18，该怎么办？再买一个没有毛病的计算器不就得了吗？王老师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题：当 x 等于负一时，求代数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呢？小明一看，太复杂了，怎么算呢？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小明，你要独立思考，不能依赖别人。汉译英，守株待兔。Wait a rabbit, dong on the tree. 揠苗助长。嘿呦 ，the grass. 赛龙舟。老要把它嘴里东的西去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80不算八吗？81、82都不算八，88里面有几个八？100里面有几个？这题我有点懵。懵？有啥可懵的呀？你就手掰手指头就算出来的呀？你看100里面有几个八？八、18、28、38、48、58、68、78、88、98，这就算明白了吗？对。不难，有什么不懵的呢？那你这么说的话，80不算八吗？81、82都不算八，88里面有几个八？你说的这些八和题里的八是一个八吗？把咱说的作业拿出来放桌面上啊，我挨个检查。我去，这么突然！王浩，你这也没写呀？从站。为啥每次都从第一排开始查呀？快不快？数学卷，镇子老师。行。小叶，你把你卷借我，我没写。不行，我害怕。哎呀，没事，快点。那你别被老师发现了。别开吧。放海你的呢？这儿呢，老师。行了，今天写作业了。完了，马上到我了。做题痕迹，我看卷啥呀？这个像是这个，这有谁呢？你这也不是这张卷吧？重站去。完了。你的呢？不是这张吗？老师，我也找错了，你等我找一下啊。快点，没写站吧。老师，我真写了，哪去了？你先找，一会儿查你的。我今天早上还找了给你啊。马航，这儿写了。背面呢？老师，背面我真不太会。你是没来得及补吧？重站去。哎呦，终于补完了。行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不检查了，直接讲卷子。咱看第一题啊。你是白补了。深度还原各科老师上网课，生物老师。来看屏幕啊，这个器官的作用。哎，啊，小李呀，这都几点了，你咋还不开播呀？直播间给我封了，说我违规了。你讲啥了？同学们，生物老师停播了，这节课我们上英语。来，把书翻到第51页，跟着老师一起读。芥末 wasabi 嗯，我看你是皮筋。不让你骂人，不学好。别打了，英语老师教的，我就不信能教这玩意儿。 wasabi， 大家一起读啊。对，体育老师，这节课任务100个深蹲，我盯着你们做，谁也别给我偷懒啊！啊，100个深蹲，哎呦，好想上数学课呀！啥时候上数学啊？就100个深蹲，你瞅给你们累的都什么样了？还是浩然体质好啊！好了，同学们，这节课就上到这儿。行了，浩然，别做了，下课了。浩然，你怎么还坐呢？下课了。音乐老师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上课。哎，班任发起连麦，怎么了，班任？哎，音乐老师，你嗓子不是不舒服吗？我嗓子不舒服啊。对，我嗓子不舒服。这样吧，你把人甩给我，
我替你带一堂，你去休息休息好吧。啊，行。音乐老师生病了，退，那没招了，上数学吧。如果李白穿越来参加语文考试，阅读理解将近九，哎呀，这不是我写的诗吗？第一题，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李白什么样的思想感情？妈，那天我可真喝多了，那能有啥情感呢？这表达了李白对酒的喜爱之情。第二题，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这句话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爱吹牛逼呗，还三百杯呢，那天就喝了能不到一千多，这家伙给人老陈家吐一炕。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不谦虚的人。第三题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李白正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？没钱呗，家人们，没钱了还馋酒了，上人家老陈家蹭酒去了，正处于没钱上朋友家蹭酒的阶段。来，大家把语文试卷拿出来啊！不是音乐课吗？可恶，他怎么什么课都抢啊？哎呀，反正都是睡觉。耶、yeah, ，我最喜欢上语文课了。别这样，显得我很笨。因为这次考试大家考得太差了啊，所以这节课我请大家吃东西啊。王老师，我要去你班。姓王的，你搞我是吧？这张卷子有哪些题大家不会？哎呀，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看卷子？我古诗题不会，老师。好，我们来看古诗第一题：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你们谁要火腿肠？都不许笑，能不能小点声？火腿肠来一个，滚犊子！这老师干说唱的吧？下一题：借问酒家何处有？3.14159。26。你们不是在吃东西吗？边吃东西边学数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行，最后一题，争渡，争渡，狗散故事玄物。妈妈，救我！我操，押韵奇才呀！你是陕西人吗？不是。那你讲鸡毛西安话呀？我就为了押韵。怎么的？我必说你猴！老班的战斗力有所上升了、啊。哎，那干说唱的别打脸啊！我是尖叫恐惧症患者，只要听到别人尖叫，我就会害怕。咱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是笑声恐惧症患者，我听到别人笑，我就会害怕。哈哈哈，是这样啊。那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笑。哎，你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害怕别人重复说一个词。那你呢？有人打招呼时我就会鸡叫。哦，有人打招呼时他就会鸡叫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大家好。不是，你又是啥情况啊？我害怕跟禽类有关的一切，比如刚有人鸡叫。哦，停，我再介绍一下，我害怕尖叫，这位呢害怕别人跟他打招呼。那其实我们不跟他打招呼就好了吗？哎呀，他呀害怕别人笑啊！算了，直接进行下一个环节吧。从你开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。这要从我捅了邻居的鸡窝开始说起。今天面试的是一道反义词，如果你回答正确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。肖总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OK， 开始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明天天气很坏。我昨天吃鱼头，你今天吃鸡头。错误。正确。我说错误，你说正确。你这个笨蛋。我是秀才。哎呦你妈，给我站起来。我给你坐下去。肖总叫你站起来，你听见没？肖总叫我坐下去，听见了。年管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肖总，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大没小。我有小有大。我不想说你了。你又想说我了。你给我停止。我跟你继续。说我怕你了，停止好吗？我不怕你，继续好吗？反义词面试到此结束。第一次面试现在开始。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完没了啊。你没教养啊。你有教养啊。郁闷啊。我高兴啊。我都快被你气死了。你都快被我气活了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我能不能不闭嘴啊？你继续问我今天不面试了。我停止吧，我还要面试。哎呦我的妈。为什么？
当老师突然检查作业时，把咱数学作业拿出来放桌面上啊，我挨个检查。我去，这么突然！王浩，你这也没解呀？重站！为啥每次都从第一排开始查呀？快补，快补！数学卷子，这呢，老师？行。小叶，你把你卷子借我，我没写。不行，我害怕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快点。那你别被老师发现了。别开吧。放开你的呢？这儿呢，老师。行了，今天写作业了。完了完了，马上到我了。做题痕迹，做题痕迹。我看卷啥呀？这个像是这个吧？不能行呀！你这也不是这张卷子，重站去。完了。你的呢？不是这张吗？老师，我也找错了，你等我找一下啊。快点，没写站吧。老师，我真写了，哪去了？你先找，一会儿查你的。我今天早上还找了呢。马航，这写了。背面呢？老师，背面我真不太会。你是没来得及补吧？重站去。哎呦，终于补完了。行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不检查了，直接讲卷子。咱看看第一题啊。你是白补了。教大妈讲普通话。秦时明月汉时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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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秦时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汉时关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秦时明月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汉时关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关。关哦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汉时关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汉时关。秦时明月汉时关。算了，下一句吧。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万里长征人未还。长征。长征人未还。征。征。长征。征。长征。征。征。长征。征。征万里长征。征征征征征万里长征啊！万里长征人未完。长征长征。杀人放火那是不可能的。测谎面试。你好，欢迎来我们公司面试。为了保证这次面试的真实性，我们准备了一个测谎仪，一旦说了假话，就会发出滴的一声，你不介意吧？哦，我不介意。你为什么要离开上一家公司？公司氛围和我不搭。啊，我上班打瞌睡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？我想接受更大的挑战。嗯，因为离家近。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规划呢？我想从基层开始做起。你就说你的心里话，哪怕你一进来就想当主管。不会不会。你有上进心是好事啊，哪怕你想娶的我也没有关系啊。不敢不敢不敢。哎呦我的妈。就算你真的取代了我，也只是取代我的位置，又不会要了我的命。杀人放火那是不可能的。今天面试先到这了，回头等我们通知哦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这还有点事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滚滚。粤语到底有多难学？兄弟快帮忙。这位最近在追的女孩，广东的，问我想她了没啊？你说我挂住啊。啊，我挂住。干嘛？没事，回你了吧。嘿嘿，回了。她说讨厌。你回她，你冧我啊。行行，你论我啊，能行吗？他回什么？他说过来给我论。哇，你说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他问我知道啥？你说我知你心意。我知你心意。什么？快撤回，撤不了了。他说你有事儿吗？你说某爷，我去找你。没事，我玩你。完了，他说明天再聊，洗衣服去了。冇嘢嘅，你话你洗先啦。哦，你洗先啦，慢慢洗。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吧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是不是？这道题里到底有几个吧？
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八十不算八吗？八十一、八十二都不算八，八十八里面有几个八？一百里面有几个？这题我有点懵。懵？有啥可懵的呀？你就手掰手指头就算出来的呀？你看一百里面有几个八？八。十八、二十八、三十八、四十八、五十八、六十八、七十八、八十八、九十八，这不就算明白了吗？对，不难，有什么懵的呢？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八十不算八吗？八十一、八十二都不算八，八十八里面有几个八？你说的这些八和题里的八。是一个吧。考试时被自己逗笑。成语填空，什么有什么思，真有意思。五什么四什么，五八四十。造句越什么越什么力。小明越努力学习，他的成绩就越好。我越想我越生气，他跟着我嘴这里。一个圆的半径为三厘米，问这个圆的面积有多大？差不多这么大。检查过了，确实是三厘米。猜猜我是谁？我减去十二是八十七，我是一大呀。我减去五十二是三十一，我是，你是吉吉国王。又是翻译，中译英馒头馍馍，灯笼 China LED， 去西藏旅行 Travel to 亚拉索，水利系统 HROAPP。朝拜，咚咚咚 ，on the ground， 中国舞狮 ，Chinese 咚咚锵。考试时被自己逗笑。二呀，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蝴蝶结。叹号，这其中的叹号表明了什么？你看蝴蝶结它能漂亮到哪儿去？还可以加个叹号，表明了作者没有见过世面呗。请写出岁寒三友。天气很寒冷的三个朋友，吃着火锅涮点白菜，被卡在热被窝里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一行牌落上青天。仰天长啸出门去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空山新雨后 ，Fire in the hole。问君能有几多愁 ？Easy come, easy go。但使龙城飞将在 ，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。啊，十除以三，那你除不尽呢。把三拆成五减二，十除以三就等于十除以五减二。那我再把括号打开，也就是说变成了十除以五减十除以二，那也就是等于二减五，最后等于负三。哦，对，这回除开。连线，这我一个也不认识啊。那就这么连，我给中间打个结，你连上来。中译英贵宾犬 VIP dog， 四大发明，四大发明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No is no， no no is no no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One word go， 驷马难追。呀呀呀！考试时被自己的答案逗笑。我们时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，思念着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。作为最简居，我怀这个居里夫人，宁可也不，与其不如填空。我们与其自己辛苦，不如给家长添麻烦。下雨了，我们宁可淋着回家，也不在教室里看书等家长来。没毛病啊。张伟票数是十五，宇轩问号，美琪是二十三，合计是七十二。很显然呢，七十二最大，那肯定合计能当大队长啊。
画一个钝角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不就一个钝角吗？这个不就小一点的钝角吗？你看，这不就画一个比较大的钝角吗？ B 超 The B is super， 上帝不公 God is girl， 四世同堂 Family 四点零，三思而后行 One two three go， 不管三七二十一 No care three seven two ten one。考试时被自己的答案逗笑，请用以下词语造句：天真，今天真热，马上，我高兴的坐在马上。先什么，再什么，先生，再见。果然，先吃水果，然后喝水。课本，上课本来就很无聊。常识填空，冰心原名，冰心原名极寒风暴吗？玩过。中国明朝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它的作者是刘高宏吗？腰间嘴又哈哈掉。计算器上的数字一和数字八坏了，要计算336乘18，该怎么办？再买一个没有毛病的计算器不就得了吗？王老师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题：当 x 等于负一时，求代数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呢？指小明一看，太复杂了，怎么算呢？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小明，你要独立思考，不能依赖别人。汉译英，守株待兔。Wait a rabbit, dong on the tree. 揠苗助长。嘿呦，嘿呦 ，the grass. 赛龙舟。老老老要把它这里东的西去。